大家好，这里是尼布拉，我是小南，今个的哥哥俩搬着一圈吃吃。瓶就是有点歪呀、啊，你要不下来咱就呢，好。哎呀，你下来吧，我用不着歪歪歪，瓶子歪了。瓶子歪了，多少得歪了？歪是那歪不了，那啥子？多少头啊，娘？一会儿要举多少头了？举多少了？举了万，举万，你家有个本事。你想咋举咋举，就举得多点儿了，装你那大字儿，这字儿是难举，他这书有点软，不老掉，你看还尖大着，还尖大着嘞，洗头的，哎，这我一拿我都装，掉了掉了，哎，你这过来，你这开嘛就举了，行吧。这是多少钱？开开开了，扔吧扔吧，不爱吃那没用。慢慢的啊。嗯。不连轮了。一天多少整轮的哈？整轮的。然后再有两天都不爱吃了。嗯。这还不怪啊？这都不爱吃了。这弄了几天了？快先轮。多少轮？先弄了。先弄了。老老了不腻的了，整的面少了不？嗯。这盐也怪吃吧，盐怪啊，盐也怪吃，盐也怪吃，这轮着好喝，盐蘸锅黏糊的可好喝，这轮，这得拌上盐呗，然后一碗粥，再炸了个鸡蛋，哈哈哈哈哈，这菜云南，吃，那时候吃云南，很晃溜溜的。打开鸡蛋，它也用在多长的油一炒，热的，吃不了，太烦。奶奶，奶奶，你的奶奶在哪儿呢？奶奶搬那个墩儿，来在边儿去，来再往边儿走。墩儿弄这俩，这天乌了还。哎，小妹过来了。哎呀，先喝着坐。我咱俩喝一坨吃。好了好了，不上了哈，不上了。够不够桑？够我倒。这个咋给恁举的？够够够，这个大不少。装装装。那个于谦来了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给我这汗血了，我这汗血了，我这汗血了。